好吧，我们今天再打一场喽。哇，怎么一开始选到这个？线上小兵已到达。技能选错了，按太快。再打一场吧。一样选这个机枪兵索尔。那我们这个原野凡希这个啊，说打得蛮烂的。为什么让他打得很烂？前一场就是你看他乱丢那个闪光的，他前一场就是输个绕口啊，也不能搭配过啊，就是很烂的。傻瓜！天哪！第一个是怎样？哇，这个血量丧失很多哎。天哪，一开始就处于弱势了。老是这样子，我一开始就被逼到墙角了，我的天哪！这只猫还不来帮忙。Enemy hero kill. 不错哦，对哦，有一只不错哦。这是用无畏矛超声打造的。刚开始假装自己很不会玩的样子。装备太烂了。装备太烂了，所以前期的话先在这边前期的话先这正装备吧。对方还一直偷我们的矿。喂，掩护啊，护啊，感受一下痛苦的滋味吧。得意不用太早，等一下我这个变很强的时候再慢慢的宰他们哈。先吃，啊，对对对，先吃。先吃法术精灵。我们现在的攻击力装备很烂，千万不要急啊！哦，
要急，不要急着要杀或吃或赢，先赚这个钱。跑跑跑！这个钱再慢慢的让队友去杀，回家。没有其他选择。回家，鞋子买快一点的，比较好逃跑。这个游戏哦，队友烂哦，也没办法。哇，我们那个还不……哦，那只猫真的很笨。我从矿场过来的。弱，我们要怎么打？老是在怪队友，但是的确队友就是不给力呀、啊。换成大陆朋友的讲法，就是给力不给力。该不会是陷阱吧？想宰我啊！想宰我哎、欸！休息啊！你不晓得我是顶级的、啊。晓得我是顶级的索尔，顶级的机枪兵哎、欸！别开玩笑了。这样是装的、啊，你们还以为我真的，以为真的不打你啊？已经进入了我的射程。射程啊！都给我让开！不要去送死啦！你们这刚开始都那么弱，还要哎、欸，还赢啊、喔！哦，厉害哦、喔！不要送死了，赶快走，还在那边。杀他！上路炮塔已被击中。看，我就说哈，我是顶级的，我是顶级的，你还在那边开玩笑？刚才有一点傻眼。顶级的索尔，要来乱了哇！是顶级的索尔，过来呀！最强的索尔，你在那边饿了？逮到你了，兄弟！你还想要找死？我是顶级的索尔，你还想要？该死！我是顶级的索尔，你还想要跟我在那里？索尔，你还要跟我在那边开玩笑？
快爬！有时候不是说不赶快参战，而是前期大家的武器啦，跟那个能力啊，都很弱啊。那你那么弱，你要跟他打什么？有时候队友就会。送头啊！这是用五位号的炮身打造的。哦，你的能力不行，你就送头啊！你的能力不行，你就会送头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知道能力不行，你就要赶快退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两杀了嘛，好，两杀了。你看，轻轻松松的玩也是两杀，两杀两助攻啊。因为我们是顶级的索尔，就是不会冒蓝的哈。冒蓝的，不会冒蓝的行动啊！我们的目的就是吃一点等钱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就是只是赶快先把装备弄强一点。看看就送头了，对方有一个放弃，对方有一个放弃。放弃了，那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Enemy hero kill， 不错哦。疼啊，疼就对了。当有人放弃了，我们就是。放弃了，我们就是打友谊赛，什么战啊？游击战。打游击战就是买装备，
补补血，赚赚钱。嗯，队友打得不错。你慢慢耗哈，不送头哈。越来越稳的话哈，就会慢慢把劣势带回来哈。但是千万不能急。贸然的行动，了解。要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记住这句话，应用在游戏里也可以。这个已经放弃了，是不是？退，不要冲动。什么？我尼玛，这个我的队友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那怎么昵称叫我尼玛呢？在骂人是不是？刚才打团战的时候，他不过来，就是最大的失误啦，还在那里。已经进入了我的射程。打团战不出来，在那边。好啦，我不理你们了，我先补血啦。端一点。紧照。紧照。快跑。4-0，刺杀！这个装还没有很强哦，各位队友，不要急着要送命好吗？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，不要乱送命。
要急着送命，不要急着送头，拜托家里顾一下。跑跑跑跑！现在就是打游击战了哈，一直耗哈，一直耗，一直耗，慢慢的耗。那只猫很烂的，你吃鸟啊？对方有人已经放弃了，你还放弃？慢慢来。我的砖快满了哦，好，大概像这种游戏都是大概玩25到30分钟就差不多，剧终了，差不多要决胜负了。就对了。
好吧，那这一集就到这啦，有点逆转的感觉啦。好。